跟大家讲一讲今天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。今天我们我成功的争取到了出海打鱼。虽然那个地笼很沉，但我们四个一起齐心协力把那个地笼拉上来，然后我们裤子就变成这样了。因为现在是冬天了，已经是捕鱼的淡季了，就是我们也做好了一些准备，可能捕不上来一些大鱼，但是然后我们还是捕到了这种小鱼，捕到那种鲶鱼，还捕到了很多螃蟹，捕到了一只这么大的梭子蟹，蓝色的，然后还捕到很多很多小河豚，然后捕到了一只皮皮虾。太厉害了。对，然后我们拉两个大笼子，还有一只狙击蟹，反正就今天非常的开心，然后跟大家感觉像是认识很久的朋友。我们一起学了南音，然后一起做饭，然后还品尝了一下我们自己做饭，当时总监真的很开心。好，张一凡小朋友在星辰大海成功交到了好朋友。好，拜拜。捞鱼，就其实没有捕鱼，我们就是去把地笼拉起来。然后其实地笼就是因为它会放得很深，然后很长，很多节。然后我们四个人一是没有经验，不知道怎么发力，我们只会用蛮力。然后我们在那个小船里，就是其实船也挺小的，已经站那么多人。然后我们四个就假装这样拉拉拉，拉完了之后，它那个地笼它就拿上来嘛，因为它很长。然后就把它放在这。刚开始其实还好，就是船还可以放得下，然后到后面就是已经放不下了，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渔网里面，然后再到第二个地方去拉地笼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地笼可能放得太深了，还是旁边有挖掘机在挖泥巴，然后我们那个地笼全是泥，然后一拽上来，啪，就是我们就到处乱甩，然后脚就这样吃着力在船边上，然后全都搞上泥巴，然后我们想，算了，就也没关系，既然脏了，我们也不怕。我们就开始拉，然后还是有收获的。我们抓了很多只河豚，很厉害。可爱吗？非常可爱。你知道，就是你把它支起来，这样摇一摇，然后它就鼓起来，然后它鼓起来有声音，它鼓起来就这样鼓起来，巨可爱。然后就鼓成了一个小细胞。像什么样呢？就这样。太像了。反正他就鼓起来，然后刚开始他没有人会玩，然后只有我一个人会玩，就这样跟，然后就给他们说叫他们走吧，然后我们人手的一只河豚。哎，你们队伍的名字叫什么来着？我们队伍名字非常响亮，叫啪骑的龙洞墙，然后我们队的口号是加奖励势在必得。那今天得了吗？现在在等通知。那我们张一凡小朋友能不能得到这个小奖状呢？